青苔红毯前面来准备要进行展演的是来自我们中艺剧团。中艺剧团所有的老师们，欢迎大家莅临水片头慈林宫。慈林宫建功十载，香火鼎盛。再次感谢来自中艺剧团我们所有的老师们。今天都这么快吗？从来没有看过他们这么快。再次掌声鼓励。拜拜，大庆金好几次，贝姐们，记者未来欢迎。